来到了一个时尚的地方，但是这个地方感觉有点像会客厅，有没有？像客厅一样。看我们的时尚大师的 logo。啊，在哪？哎，为什么这个拍不出来啊？啊 ？OK， 不重要。然后呢，这是书架，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的书，还有照片啊什么的，是一个非常非常温馨的一个地方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个楼梯啊，上去看一看咯。来到了二楼，二楼看下去又是一个不一样的风景呢、啊。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我就在这里等待着一场时尚大秀。Hello， 小凯。哎呀，姐姐来了。你这儿还挺享受的呀，自拍了。看到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，然后很新鲜。